你今日有想到我想问题啊，约我来素食店。当然嘛是为着要感谢你叫上任替恁公司用我迄个 BB Beauty 油脂酱面膜，哦，足好用的呢。你敢知我一敷落去了哦，我皮肤马上恢复，笑得会水嫩。哦，你若感觉好用就好啊，免客气。当然嘛好用，而且我今麦皮肤哦，还尔嫩 Q 的，你要闻看麦啊？是不是足嫩 Q 的？我阁有搁较嫩 Q 的所在。你有想要咬一口？哎，女主，我来。哎，你喜欢吃啊？哇，这汉堡套餐看起来很好吃呢。啊，是讲我今嘛有淡薄腰骨骨盖外腰，啊，若是点一个套餐，惊伤济，是变哪？啊，小姐，要不然你帮我们推荐一下吧。好，想要吃点东西，又不要点太多，我们一加一组合，有吃的又有喝的，这样很划算哦。点一个四块麦克鸡块，阿姑加一个小可。好。阿咧，我要这种组合的，我要一个法式芥末香鸡堡，一杯热红茶。好的，那这样总共100元。好。我呢，我要吃你这先买我来得好啦。我通跟哪位加点哦？都什么啊？好的，那我们这样就先稍等一下，就送两杯给他喽。恒哥，啊，你那块小外鸡块，我袂记替伊增加。我吃完汉堡了，好吧。原本是讲哦，这素食店拢是少年家来所在，也是要到咱两个 LKK 来吃食这物件哦，也是趣味趣味啦。安尼你就会当了解我对你的用心吗？因为哦，来这个所在啊，啊拢少年人在这约会，啊那会就煞感受一下吼青春的气息。康哥。在这么浪漫的气氛当中，你是不是就想要搞我？所有的餐点拢吃了了，峰哥。阿姐，我再加点过来。哎，小玲啊。哦，我今麦个尤女士哦，伫恁花店附近的麦当劳，你怎么讲？阿是，你要过来无？咱直接个合约就是讲讲的啊，啊，你顺便食些物件无？好好好，就安尼。东哥，